华职棒元年四大名投三商虎、康明山、兄弟象、陈奕信、魏全荣、黄平洋以及统一师的谢长亨齐聚520就职大典，一同领唱国歌。同一时间，总统府上空有陆军契努克中型运输直升机吊挂巨幅国旗进场，一旁还有黑鹰直升机、阿帕契等直升机队护卫，展现磅礴气势。赖清德、萧美琴正赴总统就职庆祝，节目不断。空军三型的主力战机一早依序列队从新竹空军基地起飞，周边有不少军事迷争相拍照。国军大动作出动战机群，这一趟任务不是要歼灭敌人，而是要庆贺新任三军统帅就职，展现国军守土卫国的坚强实力，并向总统、副总统来致敬。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后，空军 F-16、IDF 幻象2000以及永鹰高教机以歌舞机编队实施空中分列式，由北向南飞越总统府向元首致敬。至于典礼最高潮的一幕，非他莫属。压轴的雷虎小组冲场，整齐的大烟队形喷出蓝白红三色彩烟，划破天际，为520总统就职画下完美句点。随后国军各级部队、军事机构也进行总统预照更换作业，宣誓效忠三军统帅，期盼新元首为国家带来全新气象。民视新闻采邀起吴培嘉、黄兆康、新竹、台北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